黄豆浆，早餐。今天早餐来吃黄豆浆，超多人，外面已经有很多摊打在等了。你肚子饿了是不是？我给妈咪。我们现在在点东西吃了，等一下哦。好多人哦，日光豆浆。婆婆，为什么吃的早餐这么多人，对不对？你头发怎么这么乱？是美人尖吗？吃早餐，日光豆浆，超多人的。本来想说是一般的豆浆店，怎么这么多人？爸爸在点餐中。宝宝，看这里，宝宝看这里，嗨。那地瓜最喜欢还是黄金？我觉得要等很久。来了，我们坐在这个门口的沙发的位置。我觉得他们好忙哦，跌倒了。他的餐盘回收是要自己拿到回收台的，可是我看到好多人吃完都没有自己回收，所以会比较内用，感觉比较乱一点。我女儿一直拿卫生纸擦嘴巴。宝宝看妈咪，宝宝看妈咪，宝宝最喜欢出门吃早餐了。爸爸在排队。爸爸在这里排队，波波在这里不知道在干嘛。你在干嘛？玩卫生纸哦。你要在干嘛呀？在做什么呀？我们在等豆浆啊，爸爸已经在点餐了，好不好？等一下就有豆浆可以喝咯，好不好？好多人哦，这里真的很多人。你看那个外带，这边满满的外带。日光豆浆竹北店，我们吃了370块，点了什么呢？黑胡椒肉排起司蛋汉堡、日光传统饭团、香浓起司蔬菜蛋饼卷，点了一大堆，反正370块。我女儿现在是在怎么样练习捏饺子吗？夹子夹子夹子，豆浆来了，可是杯子有点湿哎。这个杯子有写一个豆，我来喝喝看豆浆好不好喝？你看，宝宝，这是你的姜，你喝喝看好不好喝？不会烫烫，妈咪喝一口，嗯，好喝哦。哦，地瓜球，地瓜球哎，女儿的最爱，薯条。开心吗？烫烫哦，妈咪帮你吹。哦，还有一个蛋饼，这是蔬菜 cheese 吗？一个蛋饼，这是什么？爸爸点了一个汉堡，感觉是猪排蛋 cheese 汉堡。我的是饭团，好吃吗，宝贝？爸爸，薯条，这是地瓜薯条。看的蛋饼，还有没有加美奶滋？老板，老板，我去接，我去接，我去接。那个脆皮蛋饼真的蛮好吃的。嗯，难怪会这么多人，蛮好吃的。我女儿超爱吃薯条的，来吃饭，我的饭团。这你点的？哦，那是我点的。这薯条。哦。我先开一下我的饭团。传统饭团。
肉松酸菜菜脯蛋、嗯、饭团就是饭团、嗯、超好吃的是冰八角饭团有一点点辣辣的可能是它的里面的菜脯是辣的吧它有放一个就是传统的那个卤蛋吧饭团也很好吃但是跟蛋饼比还是蛋饼比较好吃嗯还不错爸爸点的汉堡这是什么堡猪肉吗黑胡椒猪排 cheese 汉堡汉堡比较还好普通可能是有一点冷掉了它的蛋饼最好吃饭团还不错好吃汉堡就是正常的汉堡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可能要趁热吃所以蛋饼还是最好吃来这边一定要记得点蛋饼然后它的豆浆号称有9度以上的浓醇还算浓醇可是跟我之前喝过那个不绿渣豆浆比起来还是不绿渣的比较浓可是它又不会像一般有一些早餐店的那个豆浆稀稀的很像加水这个不会这个很好喝耶它有点像传统豆浆店的豆浆豆浆就是要这样子浓醇不要再加水了稀稀的很难喝有一些早餐店稀稀的真的不好喝要浓醇香啊好满足哦父爱坐这边沙发真的很像在家里客厅吃早餐欸有阳光洒进来真好姜姜会倒掉、欸、哦呢里面有包蚵仔耶这个 地瓜球里面包蚵仔宝宝吃一口蚵仔球快点吃一口哎呀掉了它这个地瓜球很好吃耶不鸡不鸡不鸡不好吃不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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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茶喝起来很浓郁它是属于浓红茶感觉红茶泡了很久就这种红茶浓浓的感觉配那个豆浆豆浆红茶应该还蛮好喝的有点苦甜苦甜的红茶因为感觉泡很久在干嘛等一下蹦蹦了我们要回家咯拜拜，说拜拜，说拜拜。